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好像有点大的猫砂盆，毕竟话题越来越大只。原来的猫砂盆大概是这样，一般的猫空间应该都还够，但是那题应该还会再长大，所以就再买了一个大的，对不对啊？那题这个猫砂柜是拍拍的，而且它刚好有一个冰室猫的图案，就跟我的那题一样是冰室猫。这是那题的零食，超大。好，开箱。你对空纸箱有兴趣吗？那题。那题。它今天是一只很不想理我的猫。有人在咬饼干。是这个牌子的猫砂盆跟猫砂铲，这个是韩国的猫砂铲，超大。把我的手当比例尺，我们先用这个水魔素的除臭喷雾吗？清洁喷雾清洁一下，不然我这个整个应该也没办法拿下去水洗，触感蛮好。先把我们的猫砂盆给就定位。增高踏垫，蛮松的，它就只是卡在这个位置。我跑出来的时候，猫砂不会掉出来太多。奶奶，你要玩球？
就是右边放我的置物盒，左边放这个猫砂铲。另外这个边边有放一个这个锁便桶，很有介绍的，蛮好用。猫的排泄物上完之后呢，放到这里面，然后呢，它会锁在这个下面，这样味道就不会散出来。铲掉啦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Thank you.